傅卷福教授是渡海到宝岛的国画宗师，更是传承传统绘画为现代性的开创者。有承先启后的功绩与志业，被推举为中国绘画创作中台湾风格的开启者。当今台湾在水墨创作上以时代性环境性的掌握，并从事写生意涵的诸多名家，大致上深受他的教导或影响者，均有台湾风格的现代性，亦为新世纪新视觉的水墨画表现。此风格所形成的元素多层，自从诸多的作品中归为几点特色。其一是传统经验的立基，亦即从中国绘画精神归为笔法、墨法或构图法，将创作技法纯熟而印心，并得知历代各家所掌握的美学要素，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即宋人李成叟所传的“物理者不再多求，学之者还从规矩”。其二，印证学理的真实，不论是唐人所说的“夫象物必在于形似，形似须全其骨气”，或宋人的“书画之妙，当以神会，难可以形气求也”。傅卷福教授一一对照与应用，务使画论中的艺术美能在现实的景物呈现美感。其三，实验法，不论古法用笔或传统国画中的造境，是否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理解？例如，山水画为何不是风景画？花鸟画不能变成标本画？在景象与意象之间，是否有创作题材或造境的画外之意？意即是意在笔先，心在墨前的心理状态，故使绘画中可以看到作者所要表现的意涵或弦外之音。其四，中国绘画的笔法应用，不论山水画的构图法、水云法、林木法、石岩法，或是花鸟画的象征法等，都在他的观察一一实验。最为近代画坛所重视的傅卷福教授山水画技法中的列下村、飞云法与丛林木法，均得有学理上的印证，也造就他成为台湾风格倡导者。其五，写生法的精简，因为写生的用意不再如摄影式的复制，或是概念式到此一游的打卡记录，而是心心意足的创作。换言之，他对物象的生理观察，包括他的习惯性与物理性的自然生态，以心意加以追索，改善并造成新意象的组合。其六，文学中的诗情画意。傅卷福是书香门第，诗是陈之否或西冷画社名家，均是饱学之士，受此修为，对于中国文学性的特质自然有深切的研究。尤其他的书法艺术更在追求文艺美学中的诗意哲思，在诗书画的结合中，可以品尝出他在画面上的外实造化中得心远的意涵。东坡诗意这一幅作品是傅卷福教授的经典创作，他从传统国画美学开端，经过绘画内涵的探求以及各个名家的经验，并佐以陷阱写生状态而完成的创作。作者以长时间观察海涛冲浪的气势，并以台湾北海岸的岩崖为体的写生、写景、写意的作品，看到深海波涛起浪时的冲击力道，浪花四溅所产生的声响，
又似乱石直洒成烟的水滴，以及流动或直袭或缓回流的细波。在静动之间，作者想起了苏东坡在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中的诗句：乱石崩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的感愧，是自然之浩瀚，也是知识的渊博，更是艺术家内在的情绪澎湃。而由此技法经到美感的产生，画面是中国绘画美学中的新视觉，也是新时代的美学表现。诗意有古今相能的对应，笔墨则承先启后，行直在现象中求得真实的际遇。艺术美学开展水墨画中的时代力量，更是作者划时代以台湾风格创作的经典之作。经过十年以后呢，他才正式推出他用花青直接渲染的方法来表现这个海浪浪涛。自古以来到现在没有用这种方法画，这是他很独特的一个那个浪花的表现方式。他常常他都要勇于去突破去尝试，要有创新，要有自己的面貌，才是最珍贵的。